哦，这是特点送的吗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生命粉尘尿也是，带着好了，换个装，好久没玩了，换个哎、欸，哇，现在倍率都一样了，咦，现在的每个哎、欸，全部统一60哎、欸。改了，嗯，其实这要装有穿跟没穿一样，我把它脱掉好不好比较好看，说不定。哦，好，裸体够啊，没办法裸，只能这样，存个档吧。喝个饮料，网络好的就是跑不出来，坏，出村喽！第一个任务是吗？主线，哟，我要接主线了吗？哎、欸，任务跟谁接啊？看得到你的台吧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分享一幕给你看。好，你分享一幕给我看。对。好棒啊！好，有了吧？有了，哇、哦！耶、yeah ！哎、欸，有羊哎、欸，那是羊吗？那是羊驼啊！天哪、啊！怎么可以新增这种可爱的东西？而且它有分大只的跟小只的，可以摸哎、欸。小只你还可以带回家。哎、欸，我的刀看起来好丑。就是木头啊，什么什么羊鹿的什么石头，好可爱啊、喔！可以拿来做装备武器，所以这家伙回来可以摸一摸。哎、欸，黑羽、欸，摸太久了吧？没有啊，你可以取消啊。对、欸，那就自己取消。可以取消。靠，白痴，好可爱啊、喔！天哪，他们还有野生的，在外面可以看到。可以砍吗？可以砍。哦不。哎、欸，观众可以帮我听一下凯洛的声音、跟背景声音、跟我的声音，会不会太大太小？哎、欸，我来发点声音好了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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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起来你的声音偏小了。会吗？听起来。好可怜。我随便接了一个任务、欸，哎，糟糕。哎、欸，你没穿衣服哎、欸。啊，我脱掉了，反正脱掉为什么脱掉？哎、欸，反正防御力也没差嘛。对对，没错。我想说是差个一或二，那我不如脱掉算了。去整套，我记得初始是11啦。哦，还有11啊！11算了，也是凯洛、啊，也没差啦，也没差。差对啊，对啊。凯洛他们说你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。我的吗？啊，不然我再大一点。不然我帮你调大好了。好，你那边调大。好 ，OK， 这样应该可以。好，地图，哎，新的地图吗？对、啊，是新的。啊，没看过的。不，用你的画面来看，就是原本已经很糟糕，就是很。啊很马赛克的画面，然后先变更的更马了。哎、欸，要讲、欸，你不觉得这一代跟4G 比，我觉得更马了。对，更马。有这种感觉。太棒了，我们对大家都懂。我声音偏大吗？那我调小。然后凯洛天，哎呀，好啊，没有，我把你的声音调大，我声音调小，然后背景音乐我现在可以设定吗？欸、可以诶、欸，有诶、欸，BGM 调小，然后哦，对吼，游戏里面也可以改，嗯，它这代多了一个可以改变你的类比左右移动时候的速度，哦，要实用，哎、欸，视野的话可以用这個，哎、欸，可以诶、欸，啊，你是 new 的嘛？对对对对对，哎、啊欸，好大只哦，以前的草食龙有这么大只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他现在想做那种雷龙啊、晚龙啊那种感觉的，对啊。而且太大了吧，也会让我们杀死啊！血厚一点啊，血有厚一点，血有厚一点，我要被压了，怎么办？我被压了啊啊！哎、欸，死嘞、欸！死了、啊，好像也没有多厚。欸、我的刀很丑，很像鱼鳞、欸。需要收集生肉什么的吗？还好哎、欸，其实前面都没什么。守明龙的皮。
其他龙没有跑走哎，都跟往常一样啊，收集个什么什么肉肉啊。糟糕，我还不知道这我还不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。哪一个？干嘛？特产香菇吗？哇，山脉也是一种嘛，对啊，反正你就是也是找那种山脉几点来找就好了。找几点吗？草的那种有花的地方。欸、有花了，花或蘑菇吧，有点忘了。天哪，我怎么接这种奇怪的任务？哦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要被攻击了吗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杀了他爸爸、啊。他爸爸比较大只，是吧？比较小只。啊，人家青出于蓝嘛。青出于蓝。哇。对，你刚刚在那个，那个不能放到底，不能放到底。你要放到第三阶，它有一个砰爆炸的那个特效的时候，就要松开手。你说，一二，放开。对，这时候对打。酷、哦。跟以前的一样，然后这叫强区避战，你其他三个模式会没有。哎，只有这个模式有，上一代的。哇！可是，这不是四 G 的时候的动作吗？那个是四 G 的动作啊，所以、okay. 可是那算是他的强，比较强的招式啊。哦。另外三个为了要平衡，所以把这招拿掉。可是，一般蓄气斩还是会有。哈哈，哦。担心我玩其他会不习惯。OK 的，是在这里找吗？哎、欸，这一代挖掘比较快啊。对，他不会站起来了。好多了，一辈子都躺在这边。可是我还没挖到那他要的东西。没关系，他应该在。你有解这任务吗？嗯？你有解这个任务吗？有有有。哦。哎、欸，要按 A A A， 哈利诺斯，不是子弹吗？哈基克库雷米，怎么后面背着一条鱼？对啊，这早知道不要拿这把。别的武器可以买了，然后应该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找找看，我不确定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站起来啊？加跪下，特产 Kinoko。哇，旁边这个，旁边这个，这是副任务。哎、欸，这不行了。哎、欸，不行。这些突起物都不能踩，那我们只好找下一个。好啊。好、哦，好啊。这个，对，应该是这个。而且我看到蜂蜜了。哎、欸，特产两、而且一次两个，四个。你再一个就结束了。哦不，还没。哎、欸，坏。你有同学学日语，我想，哎、欸，这一代的他们会采蜜？会啊会啊，越来越真实了。虫的死海，越来越看不清楚。你们会花时间来采蜂蜜吗？不会啊，就看到的时候会采一下。哦，看到的时候，背后就一堆人在跟怪兽打架。坏，好像不是这个哈、哦，药草。然后跟我室友玩的话，然后就是就算四个人，另外两个是线上的玩家，然后看到别人是打架的时候，哎、嗯，干、欸、这么蜂蜜，然后这样，坏。你们现在会找路人呢、啊？被什么火喷到、啊，还会继续来踩的？为什么叫渣渣口啊？啊？为什么叫渣渣口？渣渣子啊。哦。啊，跟我之前取的那一只圣角贝名字一样。对哦。哎、欸，有攻击性的怪物了。这是蛋，不会吧？可以把它哦破了，只差几个而已，现在竟然找不到。它是要八个还是五个？好像是八个。八个，八个，哎、欸，一个洞哦，哎呀，我还没回家。是，对，对，算在身上。哎、欸，是这个哎、欸，五个，五个，五个了，没了，欸、咬屁哦，更深邃的地方去寻找。那是吗？哎、欸，那是矿。哇，哎、欸，他都没有什么解释，就直接放我来这个任务里了。对啊，好坏。特产香菇，那可以挖吗？好大的蜻蜓。哟，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卡住了？他是背景。这是背景。原来他是背景，他不是怪。可他动嘞、欸，哎、欸。对啊，背景也可以动啊，像后面那些草食龙跟云跟对大地。哦。
快！我想做点别的任务，还是香菇特产？特产的香菇。嗯，没路了。咦？我按了什么？你按了什么？我按了什么？刚发生什么事？来回的话，采集点会重生吗？来回好像不会，干，好像只有怪，只有怪会重生，怪会重生。哇，采集点要它是看时间的啦，哦，一段时间后会，糟了，都没差。我记得那个草，我记得在往深处走会有深处吗？我好像在往外，对，你往外，不然我往深处，好，往内。等一下回来有多累啊？但我刚刚到底按到什么？奇怪，你刚到底按到什么？你有看到吗？没看到，就突然冲出去，按到绝对回避，应该是绝对回避吧？按错，你绝对回避那个已经空了。对，哪里？就是下面下一幕右边第二个。下一幕右边下一幕右边第二个。真的？对啊，用一次就没了。哪里？什么？一场只能用一次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它慢慢积的。哦。还是不科学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。拜托，是这个？应该是这个没错，挖挖看。没有，要不然就是要蓝色的那个。有位、几个啦？你有六个。六个。七个。一个，再差一个。还一个。啊、果然啊！一开始都要做一些很……那你的背景就会动了，超酷的。琐碎的东西，琐碎任务。这样我怎么知道什么呢？对面有一个在线，你看右边这个是在线师。哪里？右边。这个吗？右边背后。背后。对，这个。哦，好大只哦！爬他的脚上面可以环到，可以回到上面那一区。踩他的脚。爬他的脚，他脚。那边有个红色的、啊。踩几点？咬的。咬屁哦！还没咬到，弱。咬到同伴了，哎、有了、欸，结束了，起来，回家咯，你说踩他的那个，你爬他的脚，酷欸，超酷的，死掉的代谢啊，代谢啊，对啊， yeah. 搞得像王虫一样，都不会扣血，可以，这一代还是不能直接跳跃，对不对？直接跳跃，直接性的跳，干，其实可以耶。可以吗？选空战模式，每一个回避都是跳跃。可以跳起来了吗？终于。对啊，可以跳起来。也许我会喜欢。其实我觉得那应该算。哦，是不是可以吃肉？我为什么不吃？补给品里面有给肉吧？有哎、不过都要到，感觉黏黏的。到了哦，终于，噔，什么？哦，放上去，按上下可以选。哦，八个，耶，那个特产香菇嘞？要先给特产香菇，再给那个、哦。对，要先给。What？ 算了，我只有三个而已，没有满。没关系。好。猫咪。猫咪。现在可以。就是没有啊，这是三代就有啦、啊，三代就有，就丢给他，然后先送分多的东西给他，对，然后他会先把你送回家里面。什么时候可以去集会所？现在就可以了，现在就可以了，对啊，现在就可以了、我以为新仇任务要过完，没有，其实你现在已经在解异星的任务了，什么？他没有新手任务，对，他这代没有新手任务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要现在开始战吗？好啊，跟怪兽打架。机会手在哪呢？来吧，上面往上走。我想换一把大剑，其实可以直接买一把新的。好欸，对啊，好，我要看看，跟他买。就是对，武器生产，这是生产，不对，是生产，要去买在隔壁左边。出来就左边，左边，哦，他是吧？对，武器技，
五巨乌大剑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一样在上面。哎、欸，居然只有一把哦！不，都是尾鱼。你只能拿这把我来战斗了。哎、欸，太刀要好看一点。太刀有啊，太刀的，对，也都是石头啊。初始系列都是石头了，都是石。锤锤，单位跟石头没什么两样。有新武器吗？嗯，就猫吧。哦，猫。对。超虫棍。哎、欸，斩吉服哎、欸。有等级哦，都是不太会用的。Okay. 那我换太刀好了。啊，你换太刀？对，因为他太强。要习惯的。不是，他这把刀挡太猥琐了。哎、欸，而且我刚发现他现在倍率全部都一样哎、欸，都是60哎、欸，哦、就是跟 MHP 3一样，就是倍率先调整一样，然后之后再用不同的换算。方便玩家知道哪把比较强。了解。几位手在哪？教官。几位手在哪里？来，往上走。上走。往远方前进，往远方右边的远方。右边的远方。对。对对对对哦、oh, ，Online 几位手是哪一个 ？Online 按 Y。往。集会所探，找你吗？要不然先开好，我跳你。集会所坐，我应该进得了你那边吧？我之前有加过好友的话，都可以直接练。集会所坐成，凯路感觉好博学。没有了。哎、欸，好大集会所，现在是露天的、啊。而且他这代已经不用跳出来，然后就可以换武器装备。哦、啊，可以直接自集会所换。可以直接在集会所换。Nice。你先往右下方走。右下方。对。然后右边有个出口，有没有？有。从那边就可以直接连到线上的你的房间。线上的房间。线上的你自己的房间，你自己的家。然后可以直接在这边做武器、跟装备武器、跟换兽机。哇塞。呀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准备制造准备区域，然后左边这边就是商店。哦。可以直接。我刚走错了吗？集会所会卖比较好的武器吗？哦，没有啊，就是跟一样的，跟线下是一样，只是方便说你不用断线，然后才能够做。酷欸 ，Online 集会所，你说哪里是往自己家？哦，就刚刚那个、啊，就你刚在的地方。哦，刚刚那个准备区域啊。对啊，准备区就是。哦。为什么找不到你呢？诶、欸，有你啊！对了，你直接开你房间的番号哦，你就可以直接进来了。房间番号，我从哪里看？你按 start 就可以看到了。start 吗？好，等等。对，按 start。好了，看到了。好，我觉得这样观众都可以进来了。59-2190-0950-7675。2190，然后可是有那么多观众买这一款吗？什么零什么0950啊？等等。5921900950我打给你好了。没有，我进来了。哦，你进来了，这么快？我好棒。哎、欸，还没看到你，不过先来接任务。他在连线中。现在这是新的连线方式吗？哦，对啊，没有4G就有的。哦，4G就有。耶、yeah, ，我来了，呼呼呼呼，下位任务。哎、欸，哪一个是紧急？不是哪一个是关键？刚好我这边有记 ，nice、欸。那交你接还是啊？你念我接好了。好，我念你接。你 HR 4了，才出两天呢、欸。还好啦，太快了。还好啦。想今天打紧急打到快 K 笑。紧急很难打、啊。没有，因为我一个人去打。白痴啊！没有，因为他真的设定真的太鸡掰，因为他这次升上位的任务，他不会给你什么。有用的素材，然后只能把那只怪击退而已，所以打不赢就对了。然后所以大家没有人要帮你打，为什么？然后对啊，就很多人都是，干我帮你打完，你要帮我打，好，然后一帮他打完，然后他就跳掉。那我后来就等到很 K 笑，我就继续打。拾荒小队长有其他人家来，太棒了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今天拾荒小队长
今天图里 Lucy 不在，有观众加就加。